男生先哭的，真情六十秒。这么多年了吧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我也不想，就是因为这一点小事，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。听了老师的话，我知道自己可能有些方面做的也不好，以后我也会多关心你，然后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我没有说要控制你自由，我只是想让你更多的去在乎我。我也知道我前面所做的事儿都是错的，对不起。听了老师那么多话，我以后会改的。我希望我也能好好的走下去。好，谢谢两位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选择，你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能对人好点吗？啊，好了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回吧，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我觉得吧，我还欠你一个订婚真正的仪式，因为在当初订婚的时候并没有给你一个仪式。然后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欠一下了，好好的往下走吧。Mm-hmm.